何雁诗同郑俊宏嘅宝贝仔仔，眨眼间已经一岁啦。日前佢哋就帮仔仔搞咗个生日 party， 邀请咗一众亲朋好友一齐庆祝。喺佢哋三代同堂嘅合照入面就可以见到公公婆婆笑到见人唔见眼，一副有孙万事足嘅样啊！何雁诗嘅爸爸有物流大亨之称，做物流生意起家嘅佢，多年嚟公司嘅规模逐渐扩大，喺内地主要城市亦都开设多间嘅分公司。有指何雁诗嘅爸爸除咗系精明嘅商人，亦都善于投资，而家喺香港拥有3个物业，大约值超过6000万，身价估计至少6亿啊！